我们麦寮国小目前学生师生将近1200个，那我们的原本的厨房的规模就是800个人的规模，觉得不够呢，我们还跟中央来争取这个希望说呢，我们的把厨房扩建能够达到供应我们全体师生以及临近学校的一个规模数。这个新建工程完成之后，将供应我们1:3的学校，包含我们学校以及我们分校分班，还有新华国小。那这次也我们的午餐也感谢我们乡公所与代表会那补助从700块要提高到800块。那透过中央厨房的这个设备设施可以提供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学校他们在30分钟内可以吃到非常热腾腾的营养午餐。那所有的设备设施呢都是非常新颖非常先进。我们也透过联合采购能够帮小校，尤其是大校带小校透过联合采购可以降低所有食材的这个成本，那让我们小校的孩子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资源。所以现在我们云林县各级学校的中央厨房都加紧在做处理，那现在已经全面7所这个新建的部分都已经完全取得这个建造那另外2所扩建的部分也即将取得，那现在我们陆续开始做动工，那希望能够把这个工期能够在10校之内把它完成。